冰凌冰的，而且眼睛大大的，很大，但是办事很猛，哦，你好，办事很猛。那么台南，全台南市有一间庙，它是不普渡的，就是西罗殿。西罗殿也是拜广德正王啊。全台湾现在帮广德正王有两大系统，一个是西罗殿，一个就是永王宫。那永王宫这个正殿的广德正王，那是孪生的哦，非常难得哈，而且历史悠久，300多年了，历史悠久的孪生，所以非常难得啊。什么叫孪生？关节会动的，好，可以动的哈。那么讲到陈守良，灵寿生病了以后，药食往效，过了几个月跳掉了。哇，那真的是大家真的是，还有那个陈家一老头子，哇，那些充满着悲伤。那么陈守良，他当下，他已经暗地里面下了两个决心，第一个决心，他不改嫁。第二个决心，他要用他的一己之力来承担林家的生计。所以呢，他说怎么样，去给他拿那个蟹桃。什么蟹桃？盖山浙山的蟹桃。然后呢，乡里人知道陈守良很非常好，非常贤德，所以都把那些做衣服的这些工作都交给陈守良。这记住啊，等一下过个炉哈，都交给陈守良。所以呢，陈守良他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林家在操劳，好几部长，天有不测风云。那么我刚刚讲，他的小姑还没有结婚，大他1岁2岁，所以呢，就那一位媒婆，也就是当时跟陈守良跟林寿的错的那个陈怡呀，陈怡媒婆就走上门来，要为他的小姑跟那位师爷，这师爷姓简啊，简那简，要撮合啊。结果有一天，那个师爷来到他们家，来要跟他的小姑一起呢对话，不听过没有？对话，你们现在年轻的都是自由恋爱了，是自由恋爱嘛哈？啊对，都自由恋爱啊。我们以前都是对话，在那边对话，以前在那边相亲，在那边水果店。啊，你告诉你们，我都没捞啊。都是在苹果市，台南是一家很非常有名，叫做拿烟，好，听过吗？来，听过吗？今麦里头，第一个我们讲的那个，哎呀，像悠闲的迄个边啊，已经就是拿烟哈。那么结果呢？哇，还啦，结果这师爷呢，不是看上他的小姑，看上陈守良。啊，这种场面输力啊！陈守良家他现在一下定决心，所以师爷是三番五次派那个陈怡啊来这边给他供了，给供。他当然不好说，一起干谢过呀，那起干陈守良啊。所以后来那小姑娘真的是没办法了，他打消主意。但是陈守良说一不二，不准就是不准，就是不要。结果呢？抱歉啊。那时候有一个见骨头见精英，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，会不会？那时候会不会？啊，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，所以警示也他还是这样，还是不放手。结果呢，陈守良还是一样，不答应，就变成僵持了。警示也后来没办法，使出他的杀手锏，有一天把。他的婆婆跟他小姑照过来，小姑在旁后面，在旁边跟张世祥点了一张52的银票，然后讲你安呢，你叫安呢走。好，有一天晚上，陈守良与婆婆小姑在吃饭，趁着陈守良去跟婆婆堆饭的时候。他的婆婆跟他小姑就在这个汤里面放的蒙汗药，什么叫蒙汗药？知道吗？知道哈，会让你昏了。结果呢，陈良一吃了昏了，然后呢，张氏跟他小姑就离开，然后呢就等着那个师爷
等着密码，身体不舒服，高高高高高高，师爷进来，阿明、张氏跟小姑就离开。但是张氏跟小姑做了一个伤天害理的动作，其实他不是他的 XI 做的，他做了害死陈守良。怎么说呢？他怕陈守良半途被什么惊醒，惊醒啊，坏了坏事，坏了大事啊，所以张氏跟他女儿就把陈守良放在一个凳子上面，双手双脚把他绑起来，让他不能动弹，又怕他乱叫，嘴巴又塞了一个一团布。好了，出去了，师爷进来了，天数良机嘛，对不对？此时不动更待何时，那开始动了。哎，在过程当中忽然间呢，陈守良眼睛睁开，哇，师爷我看见了，吓死掉。然后呢，陈守良的嘴巴砰喷了，把那个布发喷出来，救命啊！哎，当然去听了救命。然后呢，师爷一不做二不休，啊呵，这样呢，他就慌了，懵了，所以什么，开始会不会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拖了一上，上发陈守家弄回，都是血，弄回没空气啊。然后第二栋，陈伊拉了，一转不转，陈伊的师爷更加火更黑了。第二次陈守要喷出来，这个师爷真的兽性大发，不得不慌，当场拿着铲子往着陈守良的下体，全部都是血，板凳都是血，血雨如注。最后陈守良是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非常痛苦的往生，他带着一股怨气。所以各位，我是这样认为，我是给陈守良定义为全台湾第一位保护女性权益的开机众，懂不懂？听到吗？所以你们要对陈守良要特别恭敬。为什么？他自己独立复仇，怎么复仇？他已经在第五了，他在第五到处生烟，人生大地下暗箭的王公啊，你洗个冲上来，那又等于化烟了。陈守良说，我有很大的运气，我拿得到了回来。然后呢，东岳大帝啊，人岳大帝跟阎罗王啊，他们说，啊，你讲的怎么是真的吗？所以他调古城王爷、土地公来问。